北七你啊啊！这个分割名字叫237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哎、欸。Enter 看看，237468。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直直走向终点。滑鼠超慢呢、欸，走路模拟器吧。走向终点，这些门都不用开哦。依照鬼店做出来的，假的。第一幕，你小声点、啊，大声点。鬼店我看了好几次。没东西啊。他不是鬼，他不是鬼店，怎么没东西？挡斧头。这个要，这个要培养很久的情绪吧。那走走应该会有双胞胎，然后一大堆血喷过来，这样。一开始先是双胞胎骑脚踏车啦。我已经走了五六次房间了、欸，差不多了吧？我开始怀疑了，我到底要不要回头？有东西会变，但是非常的慢。记得我吗，孩子？是你老爸杰克啊，我很想你。没有你在身边，我觉得好孤单哦。拜托回来吧，8088啦！欸，你们看我平常这样实况这样讲话口气对不对？就是很正常这样一般讲话。但是哦，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子算是一般人讲话都这样哦。我跟你讲，有些人讲话那个声音你就听不下去，真的。8088啦，啊，那你到底，啊，那游戏在玩什么啦？啊！这声音听久了你会很暴躁，你知道吗？会不会太大声了？不会吧？所以啊、哦，因为游戏太无聊，所以我要讲个题外话，就是你们知道讲话的口条上哦，不是天生就是这样子的，很多都是要训练一下的。懂吗？我呛别的台主啊！在讲什么东西啊？讲什么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干！不行，要再屁一点。他们那个声音都很沙哑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干！那种声音我学不来耶、欸，好厉害啊！怎么会有八加九声音就变那么鸡掰，很沙哑。什么时候才有事件啊？哎呦，这游戏要搞气氛搞太久了啦，都凉掉了。
后面237阶没有，那后面完全没东西啊。鬼电气氛哪有那么烂啊？有字嘞，这边有很多好人。嗯，我告诉他们关于你的事情，他们真的很想要见你一面，我也想要见你一面。我走了十几间空荡荡房子，然后地板上就一些屁字而已哦。快点啊！画的样子是不是有变啊？就这样。呜呜，他喷血了是不是？没有。哎，第二站 ，OK， 这个游戏铺陈也太长了吧！虽然是个走路模拟器，但是太不刺激了吧？前面好好闷哦，能不能缩短一点这个走路方这个时间点啊？237张，要走多久啊？想走了，30分钟。这游戏要走30分钟。重复的东西走30分钟会死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是电影台词。我是觉得他赶快一斧头把我劈死算了，赶快演点重点吗？我还要走20分钟哦。多再多闪点啊！不会多闪一点你啊？人家说台南人最喜欢句尾接一个哈，哪有啊？乱讲你啊！你乱讲你，还有多接一个你跟哈，北七你啊！干！你啊，哎、欸，没有在没有，我没有在讲 hill 的啦，没有 hill 是哪里的？哪里的8+9的声音啊？我从来没有在讲 hill 的，台中。哪里啦？我讲你啊，哑巴哑巴哟，这个哟要怎么接啊？好难接哦。
叫啥小？都才有怪物啊！哦，是中部。啊啊哈嘞！我会讲你吼哈哟，我会讲你哈哟。啊，我快无聊死了，这游戏到底怎么回事？如果这游戏后面没有东西，我就要打一个垃圾标题说：最愤、最空洞的混色游戏。这是他妈妈在跟他儿子讲话的台词。Why not? Because he hides. Where does he go? In your stomach. 在你的肚子里，好像很恐怖一样，实际上不恐怖。现在你会开始喜欢了。他们有很多玩具。在这边，丹尼，丹尼是他儿子名字。所以来，我可以准备好看怪了吗？还是东西全部都发生在我的后面？其实我都一直跳过啊，不可能啊，没那么白痴吧？现在我知道我可以生气，有的时候可以开始生气，而且我可以说一些事情不太好的事情，但是我并不是有意的啊，是不会出来恭维你。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回来？哎，画变了。哦，好恐怖哦！哇、哦，啊，好恐怖啊！这不是恐怖，是他妈的发作了。哎，这样想想不对啊！你虽然以鬼店作为借镜来做这个游戏，那你他妈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这是要借镜个屁！画画有鬼，他妈哪有空看啊？干！挂画有鬼，直接跳到我脸上不就好了？我干嘛看那挂画？啊，垃圾桶里面有没有鬼啊？看上去有女鬼的奶子在里面，吓死我了！我明天就先剪这个游戏上传。有鬼喽！有鬼了，有鬼喽！有房间可以进嘞、欸！靠北，这不是那个双胞胎吗？他是怕版权会咬到，所以稍微弄一下子。
在那边点。拆没了，干！在干嘛？哎呦！有没有人会学妖精的声音？哎，怎么黑了？终于开始有点变化了、哦。这游戏是不是给那种初级的恐怖玩家玩的、啊？很初级那种哦。是啊、哦，到哎、欸。想说会有一些去的东西，哦，鬼来了，鬼来了！我要转头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。在我背后啊！跟我们一起玩丹尼没有啊？有人在洗聊天室、欸，我们不要管他。Jack was never really who you thought he was. 我们不要管他，我们不要管他，让他自己一个人尴尬。我们就看着他洗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。他怎么不洗了、啊？现在白目都这么没骨气的吗？你要白目，你他妈就白目到底啊！他妈跟《最后生还者二》一样，现在是流行这一套吗？什么？你妈的骨灰跟你爸的骨灰，你爸的骨灰是绿色的瓶子，你妈的骨灰是灰棕色，因为曾经套了黑人的骨灰在里面。那你爸骨灰是绿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绿的，你自己去想吧。哦，哎，变了，变了，变了。He went insane.所有的工作，杰克只顾玩不工作。杰克，我记得是个作家，是不是？在电影里面想不起来了，他就写不出来啊。Tried to kill you. 让我进门，小猪，小猪，夜里哭哭。哎哎哎，这是电影桥段没错，但是他不会做出来这一段哦。你用个垃圾人。人模组，然后斧头劈进来一下、啊，全部都是些，就都是这些模棱两可、混色物件，我怎么满足得了啊？哈！我会做你，你没有在听我说话，那小，或者不会做，
所以你有一个幻想的朋友，对吧？我到结局了吗？你们知道鬼店续集那个男主角回来调查鬼店，我没有看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好奇怪哦。剧集很好，真的好，那我去看。那是不是跟刚一样？这个游戏的恐怖程度大概在80年代、90年代初期。如果这个游戏在那个时候出现哦，跟你讲，一定吓死很多人。大家会觉得哇，这游戏好恐怖，吓死我了。但是现在哦，你会觉得我想睡觉。怎么死人啊？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场景做出来啊？还是后面会有啊？欸，奇怪，是怕是怕我把玩家吓死还是怎么样啊？就是在他们的厕所，欸，鬼店的。作者只会做这一件，还是说后面结局是一个大爆点啊？我们不要以为不抱任何希望的人，就再也抱不起希望。啊，这也是鬼店的吗？全部都是电影的画面嘛？我希望大法师能够再出新的续集。哎，这是那个黑人吗？这是最后，这是他们旅馆外面的草丛迷宫啊。然后江你就在外面冻死了，也找不到他老婆跟孩子。Wanting to follow your dad's footsteps。Like father, like son。梵蒂冈会反抗很严重，是假的啊？可是这种片子好好看呢，要反抗个雕哦。已经走了三十分钟了。Okay, I'm gonna tell you, Nathan.
哎、欸欸，变了！啊，我靠北，走了三十分钟就为了这个画面哦、喔。啊，上面那是谁啊？小岛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怎么是一颗球啊？快点呐、啊！最后的场景他妈还那么慢。果冻。哎、欸，这干真的是果冻哎、欸！我要学妖精。不能走啊！不能走。这傻小尿哦！吓死我了！这电影里面有这个吗？我怎么走就走到这化粪池还是什么东西啊？真的吓死我了！啤酒。The end。打 end。你所有要做的事情就是走过去。叫我们打破循环啊，对，再往后走，往前走。30分钟，到底在干嘛？我觉得这个游戏它虽然是什么致敬或改编之类的，随便啦，鬼店嘛，做得太烂了吧？你们觉得你们的人生有没有浪费30分钟？我觉得我是浪费到了，非常爽快的。你们觉得嘞？有啊，你看10个人就300分钟嘞，100个人就3000分钟嘞。好恐怖哦！我们浪费的时间好多，好恐怖哦！所以你在 YouTube 影片对不对？看到最后，我现在在说就是现在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觉得很火大？所以我看了30分钟，妈的，这鸡巴阿金到底在上传什么小东西？看到这边的人一定很火大，鸡巴阿金，鸡巴，鸡巴。我这么丑见不得人啊，要记住你跟我说的话，丑要丑的有尊严、